我们初中啊，就是防止小胖墩儿。到现在为止呢，看起来不是这样，啊，它是对孩子进行综合素质、全面素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。比如说，通过锻炼，孩子的记忆力、孩子的组织纪律性、孩子的这个团结团队精神、互相团结协作的精神，都有很大的提高。